之前这段感情其实谈的比较久，也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。那我是希望尽量能够走得长远，所以到现在为止也就谈了这么一段，也是认真去谈的。那时长是七年。那他在你的生活中应该占了很大很大的比重。我在感情当中会是比较依恋另一半，至少以前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没有给到对方很多的成熟度和安全感，所以我现在更多的觉得自己的强大和成熟更重要。这个男生挺坦诚的，对，就对前任善意，我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品质的体现。